你随便坐。啊。你家卫生间在哪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自己来。哦，没事，我帮你。头发吹好了。谢谢，没事儿，我经常帮我们家仙子吹毛。仙子是谁呀？哦，不重要了。嗯，你渴不渴？嗯。那我们喝酒吧。嗯嗯，对了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行政总监。那你为什么喜欢摄影啊？因为摄影可以让我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那你以后可不可以记录我的每一天？我。不好意思。我有点急事，要先走了。哎，你不是喝酒了吗？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，我没事。5月1号凌晨0:01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死者一名，男性，身份不详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肯定把香月吓个半死。喂，昨天香月不是去你家了吗？怎么今天还是30号？就一天时间，让香叶答应我的告白根本就不可能。你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睡第一名。过来公司开会。你是想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一天，你去便利店里买东西，你下班坐地铁回家，一次朋友的聚会上，又或者一个摄影展，哎，爱情就这么突如其来的降临了。面对这样的爱情，我也措手不及。但我真的喜欢你，我不想错过你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和我交往？林总，你也太搞笑了吧！就问你，刚才我这段表白，谁能不感动？谁敢不答应？谁会答应啊？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我还用谈恋爱？我家里开鱼塘的。你家养什么鱼啊？金鱼啊？鲨鱼。
好了，回到重点，我刚刚这段台词你给我一字不落的背下来。我不背，你的台词跟你 PPT 一样呆板，我肯定会出丑。你自己没有魅力就不要怪我的台词有问题好不好？要是我上准行。那你行你上啊。我上就我上。五四三二一。你感受到了什么？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，就好像是无处诉说的悲伤、害怕、胆怯和消失。或许这个作者对世界充满了失望吧。我能加你微信吗？喂，怎么了？你在哪？我现在过去。哎，加微信再走呗。那件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吗，小雨？嗯。小雨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。谁还会跟你这么无聊的人在一起啊？当然有，小雨，我们走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觉得呢？小雨，哎，等等，你谁啊？我林一鸣啊。林一鸣谁啊？没事吧你？你也别这么灰心，虽然有时候你的主意不太好，但总有意外的收获。真的吗？嗯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，一直这么帮我。那是，虽然这次失败了呢，但是我不会灰心的。不是还有明天吗？别了，宵夜是我的，还是让我自己攻略吧。行，那我继续帮你出主意。我以为我要是能和你在一起，肯定不会惹你生气。所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是来旅游的，马上就要劳动节了嘛。是吗？嗯，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的安排，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谢谢。你知道这是谁生活过的地方吗？谁啊？吕端。吕端是谁啊？一个和刘伯温齐名的北宋宰相。刘伯温又是谁？我们去廊坊印象看看吧，那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。那条是谁？我妹妹。你怎么这么多妹妹啊？啊，前天那也是你妹妹是吗？对。哦，在你的世界里可以和妹妹喝奶茶、看电影，还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是不是？我得换呢。说。
说清楚啊！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？你放下我，疼！林子峰，你干嘛？丁宁，这没有你的事儿。你欺负他就是我的事儿。你又是谁呀、啊？请你别在这闹事儿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今天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夹了一下。来，开机了。哎，先坐，坐。好乖啊。走，先坐，过来。然后你瞪着他点儿，让他只露个头，往这边看。好，三二，哎，三二一，走。仙子，仙子，过来。佳儿，佳儿，过来。仙子。喜欢你吗？什么什么这大哥的，反正都有点那种稍微带点半开玩笑那种，不是没有太正式了是吧？不是太怼的那种。来。说那个，你们这词儿说完了，那你还就还进来，然后那个，哎呀，我刚才进来挺那个，还有那个韩大姑娘，还有大姑娘，他说这样是哥们儿，赶紧逃离这里啊！珊珊发现，他们突然来了。第二个是那个，都是我的男孩要打。没事，我看到距离我会慢慢。就这样，那个来，那个妹妹就是他。那个谢谢。你刚要上人，突然一下被他断住，然后你就看了他。疼，放林子峰，你干嘛？你这是没有你的事儿。你欺负他就是我的事儿。